炫拥有精致美貌与姣好身材，大方不做作的个性也深受粉丝喜爱。自称麻醉经验丰富的他，分享一段在手术麻醉时的影片，过程中不但有着连自己也毫无印象的对话，还演歪嘴斜并频频翻白眼，完全不顾形象，还尴尬自嘲：我每次都以为我很早就去了，原来我屁话一大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吗？好痒啊！慢慢准备开始。很痒哎！我开始吸进去了吗？我等一下就昏了吗？还没那么快。所以是从这里还是从这里？从点滴可以上。哎、欸，我还戴着眼镜，是对的吗？眼镜先拿下来了，拿下来吗？这好痒哦！算了，我等一下就睡着了。慢慢的。不是，这真的很痒哎、欸！我快不行了，很痒。你要放了吗？你要放了吗？等一下，你要放下去了吗？你要放了跟我讲哎、欸。放什么？放点滴。点滴已经接好了。点滴已经接好了。你给我这样拍，我也很胖，我要在上面。对对对。我怕你来水啊。麻麻，昏昏的，但是，可是还没开始啊，应该是心理作用吧？应该是啊，你是不是开始了？要开始进去了，接下来要来睡觉。已经进去了，快点快点，快跟我多讲话。好痛啊！你的新书叫什么？别让世界夺走你该有的灿烂，余生只需要取悦自己。哇，有点疼哎，是正常的吗？对，腰有点，腰有点刺激的。昨天晚上吃了什么？我昨天吃了卤肉便当，还有东阿米哥，然后我有我没有喝奶茶。你没有喝奶茶？确定你没有喝奶茶？我没喝。然后，我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，六月日落，在一起寻星月的游戏。八月温热，只愿等而来的浪漫一起。All about you， 想和你看。六月日落，我觉得我现在还好哎，我的那个反应好像比一般人慢一点。那尾牙你想要的那个福利有什么？尾牙福利，我说的都会有吗？我想要抽奖，要有大奖。我一直以来都对身边的朋友超级大方。真的假的？我对这方面是也蛮有自信的。你还想吃什么？素米啊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你要睡着了吗？是不是快睡着了？我睡着了，我完全没办法思考了。好吗？那你就闭上眼睛，不要再盯了。